现。就原本就是预计投一局嘛，然后第一个打者，第一颗感觉还不错，就第一颗陈飞，第一颗球投得还不错，然后第二颗虽然也是同一个系列直球，但是感觉好像指尖那个部分好像没有运用的很好，所以求职可能就有点差掉，所以就被打掉。所以针对这个，所以接下来的练习就会针对这个稳定度来做改进。就是很谢谢他们在我们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虽然就是只是小小的零钱，然后很贴心这样，所以就谢谢他们日本人这么非常就是怀着当初就是我们一起共存患难的感觉嘛，然后就是希望花莲接下来会好。那教练有说目前就是今天就预定只投一局而已，然后明天可能就是还有一些课程还没做完，就要趁明天快做，然后预计是明天只会再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メッセージも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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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す。元気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メッセージもお願いします。